你不要钱帮人家看风水，就看了那么多因果在，你是吃饱撑着，对不对？那导师前面来跟你们讲的话都没有在听呢，所以你高兴随便做，吃亏的是你自己，是不是？我有在公修课讲过看风水的坏处吗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讲很现实的吗？我说我不愿意帮人家看风水，我不愿意啊，因为投资报酬率不平等、啊。你说我帮人家看风水，在美国帮人家看风水，封一个红包2000块好不好？够多了吧？2000块红包是不是？结果我告诉他的风水，他赚2000万回来，才封我2000块啊，赚2000万美金呢、欸。你觉得这个生意合算吗？是不是？但他从你身上赚了2000万，从你的财库搬了2000万，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，你就等着吧。所以搞风水的人，搞什么算命的人，最后好下场的不多，都是这样来的。你何德何能，你可以破人家天机啊？你要告诉人家，对，你应该这样做，你这样弄，对，为什么？你不用花钱，要喜欢帮人家看风水。我老实告诉大家了，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这么干？你先讲你的看法给我听，我看你有没有猜对，有没有答案？没有啊，看样子是在等我的答案了，是吧？虚荣心。告诉你这边放这个好，告诉你那边把路堵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这样接龙边接虎边，哎呀，不是导师也老师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那一天我要一起去问这个人为什么跑离开超马。刚开始问的时候，这个人怎么说？他说因为超马太多学员天天去他那边问事，他觉得应付不来，所以他离开。那我觉得更可耻。我多久前已经讲了 N 遍了吧？是不是？你还给人家问事，你还有这个心情跟人家问事？从哪里这个为基准点，你可以如此的做？我真的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归咎到最后，虚荣心三个字。准备当大师了哈，准备当了哈，可以帮人家到处看风水啊，到处当老师啊，不得了了。是，你看这生意多好，超马学员都要找你问事了，哪里找？此风不可长。我有没有告诉你，超马学员不可以问事，也不可以看风水，有没有？有。有吧？就结了吗？为什么吗？一切靠自己吧，正信正念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方法这么快就会有结果，你天天问人家，那如果人家讲错呢，你就这样去做，就后面没结果了，那结果是反方向的，你到时候怪谁呢？是不是？有多少人去算了命，最后命没改，横祸死了？为什么？被吓死的。我以前不是讲过吗？人家来跟我一对一咨询，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出门，为什么？被算命的吓的。为什么？算命给他批，就是这一世写一大堆，好像都没有好的，都要看了昏了。结果越看心理压力越大，越看越大越大，最后就变成那样子了，每天都不做事了，足不出户了。天地要这样，要你这样吗？天地要这样子的结果吗？不是吗？所以咯，不要再逞能了吧，不要再帮别人算命，不要再帮人家看风水，不要了吧。